凯蒂猫化身巨大公仔，矗立在广场中央，高达13米，可爱程度破表。梅乐蒂、大耳狗也都来了，碧潭举办写生活动，请来三丽鸥家族的卡通明星坐镇，陪伴大家一起写生画画，享受好天气。不过接下来恐怕要变天了。已在今天早上8点形成今年第5号台风杜苏芮，整个台风所带来的风雨的时间，预计在周二的时候稍微有环流影响。东半部地区开始会有一些短暂阵雨出现的情况，甚至西半部地区有一些局部的降雨出现。第五号台风杜苏芮生成，各国模拟路径清台几率增加，不过目前离台湾还有一段距离。降雨部分，21到23号受到热对流影响，全台降雨以午后雷阵雨为主。24号东半部恒春半岛局部阵雨，25号开始连续3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，水汽增加，特别是迎风面花东地区恒春半岛出现短暂降雨，其他地区则是局部短暂雨。在西半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4到35。东半部地区32到34度，气象局还是有发布高温资讯。在整个东半部地区，大台北地区、苗栗、台中、云林、台南、高雄、屏东这些地方都还是要注意，可能会有36度的高温出现的情形。高温炎热，水汽也多，民众外出做好防晒，带把伞，防雨还能防中暑。三立新闻郭顺文、沈怀、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